碰到那个壳的话，它有跟石碰石头的一样的声音的，哦，动起这样声音的，没有动的感觉，我也一个都没拆了，这怎么找得到啊？这要如何？这啥都没有。也太笨了，我感觉我自己。哦，我碰到了，咚一声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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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咬我了，快抓！全村的希望啊，浩浩在你那啊。有吗？是他吗？哎，哎，绝对是100%。哇，好大一坨梨呀、啊！没有，把你厉害的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你的袖子，行了，待会儿回去洗澡吧，厚厚。嗯，我这啥都没有啊。我觉得应该是摁到，但他跑了。哦，这个啊，这有一个，抓！不敢不敢捞他，我怕他咬我。我给你加油。张亮，这有一个，真的，你来，来让真正的男人。特别浅，特别浅。是他吗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他。我给他翻过来了。哦哦哦哦！啊！你抓到了！抓到了！太棒了！啊！抓到了！抓到了！张亮！哦，怎么扔了？哎，跑了，跑了！哎，回来。快上去！哦，天哪！哦、快快快，跑了！你别走，回来，我走。走了，他走了，在哪儿呢？他来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快快快，跑得很快啊！那姐靠你了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哎呦！哇哇！哦呦，太棒了！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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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样的，牛啊！小浩，我封你为假玉王。王八王，王八头的，我是王八头的。我碰到了，又有啊，有太厉害了！哇，那只，好棒啊！哎呦，不错。哎，你小浩，你是抓那个硬的东西吗？他就是咚一下打在一个塑料上的感觉。我怎么一个咚也没咚过？哎。啊，哎，有啊，绝对有。